喝完了，喝完了，喝完了，饿了吧都？饿了没？饿了，饿了，饿了，带你去吃臊子面，面，面，好吃。之前在老挝我也做过一次臊子面，但我做的应该不是很正宗。那他们都很喜欢吃，今天带王梦去尝一下正宗的臊子面，看他能吃多少碗。走，姐夫，走，挑战一下。这边，他这家不只有正宗的臊子面，还有猪蹄，尝一下猪蹄。嗯，行，切菜呗，你说呢？啊，主题，给我只需要。吃，王梦吃，好好。弟弟说你做的比这个好吃。吃这么沙，我也要去买一碗吧。它是有点酸了不？有一点，但整体不酸，就是香。吃我们分享最终的臊子面，吃了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这个六碗全部是弟弟吃光了。老公，你吃了几碗？我也吃了六碗啊。吃六碗吗？我数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共是十二碗。12碗。哇，你那个厉害，吃了十二碗面。不吃饱了。还有猪蹄，猪蹄吃。不吃了。吃不完就打包回家。吃饱了走吧。嗯，走，看我弟弟那个衣服，吃的衣服都黄了。已经在上面。嗯。妈妈，吃西瓜了，买的水果，洗一下给你吃。这个不用洗，直接吃啊。这个。四龟山。嗯。龙岩。哦，龙岩。龟源。哦，对，龟源，龟源。这个洗一下吃吧，给你买这个。钱里，钱里，钱里放。老板，尝，倒好，洗好了。那你给我比一个是这样。你尝炸一把。你这个一个。妈妈，我再给。那就没人字。辣椒不就像一把铁字一样。不是，人家没人字，看起像数字头。是。反正不要吃多，吃料子就行。好，这个给我拿着，你先吃那个。一拉到你大巴都起来了。你看吃完这个再吃这个吧，装兜里的吃完那个你再吃这个。好了，不要吃太多。慢点走啊，拜拜。哇，想不想妈妈？想了。今天老师都教你们干什么了？我跟你们排队拿衣服。手上玩的开心吗？开心哦，还是给我小兵谁给的糖？你还没告诉我谁给的糖？谁给的糖？
他妈妈给我比的。谁妈妈？他妈妈。爷爷。哎。奶奶。喂，黄子欣来啦。啊，你想妹妹吗？想。想。你不哭了？不哭了。再给他点，再给他个，哎，我不想去，我不想去，哎，听到没？听过啊？哦，再给吗？我要上学，加油，老张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好好。哈喽，豆，你好忙啊！慢点，妹妹要板了，好小心。走，走了。好小心和小郭还有韩队他们去逛场舞了。韩星，韩星。我们要走了。待我拿我的手机，还要给妹妹打电话。啊，行。哈喽豆。嘿豆，嘿豆。陆静。嗨。老板，玩飞机。今天带小舅还有韩子欣，要去杭州了。玩梦，哦，去杭州，不是上海啊？上海，上海的杭州去完了去。先去杭州，杭州完了去上海。好好好。哦。接下来去杭州喽！耶，出发啦！